这封信去南街村找你的叔叔，有急事儿。明天你和狗蛋一起去吧，快去快回。终于出门了，我都快闷坏了。你知道怎么去南街村吗？不知道，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哦，看我的。 嗯，哪里个啦？糟老头，南街村怎么走啊？这人真没礼貌，不知道。哼，可恶！跟我往这边走吧。我觉得应该还是去问一下。你不相信我，那我自己去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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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北街村。老人家，请问南街村怎么走啊？嗯，这孩子真有礼貌。南街村呢，在南边，我正好也要回南街村，要和我一起走吗？多谢老人家，我要在这里等我朋友。嗯，那好吧。是不是我做错了？哎呀，不想了。现在我们去南街村吧。终于到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老头，我肚子饿了，快上好酒好肉来。李老弟，逆子不孝，久闻老弟教学严谨，望老弟严加管教。真没想到路上遇到的那个糟老头就是我叔叔。我肚子饿了，快上饭菜吧。嘿嘿，好啊。父亲大人，请受孩儿一拜。嗯，哈哈，懂事了。没大没小，这个成语告诉我们，待人接物时要有礼貌，学会尊敬人，目无尊长是没有人会喜欢的。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吧？